呢度就係泰國文化節嘅食街啦。而家大家等大家睇睇，而家進入食街啦。大家可以欣賞下泰國文化節嘅食街，裏面好多美食噶。一鏡頭，而家收緊俾大家睇，係咪好美味咧？哦，係啊，等等。是不是看見都很想吃呢？幾美味，你們都可以去這間看的，拍完個招牌給你看。在食街吃不到，可以去個餐廳欣賞他的美食。現在直掃過去了，你聽到依家系咩公司咧？嗱，喺泰国嘅烤鱼，嗱，搜搜依间公司嘅招牌先。大家嚟唔到食街，可以去公司食嘅。繼續落去，啊，熱辣辣嘅。依間咩公司咧？好多美味啊！嗱，大家唔得閒嚟，可以睇埋依間公司啊。九百二十，依家又掃過去咯。呢度敲緊濕位。依間咩食咧？哦，依間泰式食。我知啊，我知點解啦。睇下大廚敲緊嘢。眼瞓啊 ！OK， 我抱你瞓覺咯，你好唔好啊？好唔好啊？嗱，而家鏡頭一直掃過去，掃過去。而家又去到第二間公司啦。依間咩啊？哦，泰近間。
呢度有埋台燈俾你，買咗啲食品慢慢欣賞嘅。呢度真係冇得頂啊！